我们是从2015年9月20号开始的。我从去年11月份左右开始学画画了。最主要是丰富了我们业余生活，而且懂得了使用微信。要不然我们一个农民，什么叫微信？我们根本就没用过。然后在画画之后，老师叫我们要使用微信，利用微信平台，我们进行卖画。这样子感觉我就是说我们空余时间竟然还能赚钱，利用现在的网络平台，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我们竟然做到了。老师一直说那个王老师他一直叫我画画画，我就不懂，哎，我心里就想我没读过书，这个能拿起来笔画画吗？他说你可以尝试一试吧，然后我说那行，等我搬到我自己家里我就来试一试。然后我回到家里我就拿起笔就画了一盆花，然后就画了好几个网站了，一边孩子抱在手上一边在画。后来李老师说啊不错，然后过两天你该接着画，你这样画卖掉了，哎，我就挺高兴的，我说还我赚了半瓶奶粉的钱呢。学画之前我们就是感觉艺术离我们哇遥不可及，想都不敢想，感觉艺术家太伟大了，一个农民怎么可能接触到艺术呢？
我们的材料实际上一是可以循环，绝大多数可以循环。比如说，一个村民学了几天以后，他的作品卖掉的时候，我们会扣走材料费，然后把他卖的余额给了村民，这是一个循环。因为我们这么多年来，起身的数以万计的人参与到我们这个教学活动中，已经从中，深深地感受到我们所做的对每个个体以及他家庭的影响。那么我们每次活动的时候，有很多来源于个人、社会，还有一些企业的赞助，包括地方政府。那么呢，我之所以免费教学，第一，我所研发的教育法是最先进的，一个是心理学引导，一个是光学原理，这种可以让普通的人，没有任何天分的，没有任何这种接触过艺术的，甚至他毫无兴趣的人，可以在第一时间激发出他的热爱，而且有效的去践行。正是因为这样高效率，让每个人可以调动他的一种兴趣跟投入状态，所以他本身也是最经济的。所以在我们看来，免费提供材料跟免费提供教学，就好比你出去找人打打麻将一星期浪费的时间都可以解决这件事。所以很多人认为免费的时候，实际上很多作品在我们看来，它第一章就具备价值，也就是它不存在浪费。那么在今天为止，我们又在比如在季夏川教村民学画以后，又让教他们如何通过自媒体传播营销他的作品的时候，他们也往往在第一章、第二章、头三章之内就可以开始卖了。也就是在这种他们参与以后，画作的作品又能够进入市场，它本身呢就很有机的在循环，所以这些材料实际上是参与创造。艺术是一门很既科学又人性化的一个课题，它绝对不是几个技法，学几个什么技法技巧搞定的，它是人对世界的理解的归纳，还有对情感的诉求的升华，它是这样一回事的。那么我就通过这几个原因，我自己呢，了解了整个艺术对人性的作为，以及对绘画的本质的东西以后，特别对光学原理的理解后，我自己对镜子就把自己画出来。我认为我能做的，所有人都有这个能力，所以在2008年我画出第一张画的时候就开始教人了，一直到现在。人人都是艺术家是博伊斯的一个提法，但是真正全球在践行的能证明这件事是我在做。人人都是艺术家本身是属于现代文明的一个特点，曾经的我们在漫长的古代，在人类漫长文明过程中，比如一个人会画画，一个人会做木凳，我们都说鲁班很厉害，谁会画画都很厉害，但实际上这是每个人都，人他有一个心理学共性，就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再高难，当他成为一个理性的一个理解方式以后，在推广以后，他就成为常识。今天在100年前理解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时候，全世界就那么一两个人理解，甚至几百名科学家联名都说爱因斯坦是胡说八道。但是今天呢，可能一个初中生都明白这个职能方程式的原因。那么就他说明了一件事，人类是有共性的，不会发生在某个人，人类的一些文明，每个人理解的东西它是有文明共性的，不是说谁会的，另外一般人就不会的。只要你推动普及跟引导的方式，或也就是说 教学的方式跟得上，那么任何人不仅在艺术领域、科技领域，任何领域
他们都可以共同的能够理解，这是文明的共性。那么人人都是艺术家，它是现代文明的一个显著特点，也就是说这个时代我们呢进入了一个马上进入智能时代，人类文明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我们对文化对经济的定义方式都改变了，也就这个年代是每个个体的个性人格情怀创造力绽放的年代，也只有每个个体的个体价值得到肯定与保护的这个年代才是现代文明特点。那么自然而然也可以说，我们不需要去质疑人人是不是艺术家，这个质疑已经无效，也就是说人人一定是艺术家，也就是每个人都拥有艺术创作能力，艺术创作的表达方式，还有艺术的生活，这是这个时代特点。那么在这样一个年代，比如我们之所以来到这个古创落，记下古创这样的一个属于中国现在仅有的不多的可以承载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基因的这样的创落，来到这里，一方面呢，我们是为了保护古创落，保护这个中国的传统生态，一方面当然我们也是借这个教学理念跟方法论，让所有人明白，在新的时代，不管你曾经是大学教授，或者曾经没有念一天书的人，只要你在现代的一个先进的新经济体系里面，你就站在统一起跑线，如果不是的话，你可能就被时代淘汰。一方面我们来这里通过艺术进行了一个文化创意的推动跟人文的升华，那么它可以让全中国人知道我们广大农村是有希望的，特别被人认为可能拖我们社会后腿的农民，恰恰它可以短时间成为引领中国新经济发展的生力军，这种启发性带来的对我们整个民族在新的时代面前的启发是极其重要的，这是其一，它代表农村；其二，它是最有效的保护古创落的方法。我们中国的传统古创在漫长的城镇化进程这么多年，从大城市的毁灭到很多古村的节节消失，以及到今天，哪怕像今天的稷下古村都也摇摇欲坠。那么很多地方进行的古村开发实际上是最后一次的破坏，对生态的摧残。那么也只有当古村的人文化经济情怀升华以后，才能最有效的去保护这个古村，去传承这里的人文，这才是我们要的基于三点：一是人，首先是人；二是广大农村；三是古村落。所以这是一举多得的一个推动。